哇，那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条鲨鱼啊！我们赶紧带回去见。他可以，我们取了一个，回去烤了。今天我打算把鲨鱼切下来一半，烤着吃，剩下一半用冬至熏成腊鱼。分解好了，我们来放上烤架。将松脂铺在炭火上，将鲨鱼熏成腊鱼。我们把这半条鱼挂在上面，慢慢熏制。熟了，开始了。原汁原味。